今天是 TST 的二周年纪念，恭喜恭喜。其实我是在朋友口中知道 TST 这一个产品，以前我的皮肤是比较干的，然后尤其是很喜欢这个 Balance Cleansing Mousse， 因为它有很多的泡泡，也很细腻，洗完脸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干净，然后用了之后其实也感觉上自己本身的皮肤是明显有改善，所以未来的日子都会用 TST 的产品。